好，我们继续看他这里说到这个般若经从当到南方，从南方到西方，后500岁当到北方，那因为我们知道般若经大概就是后500岁流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在北方，那意思就是说，那么现在北方流行的般若经从哪里来的？那从西方来的。那西方的般若经从哪里来？从南方来的。那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从南方到西方到北方，这个是大智度里面说的。那我如果我们有讲义课本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注解65那一边这个稍微可以看一下。那这里是说到这个兰莫特，兰莫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但是他对大智度论算是最有研究的，他是比利时的一个神父那他虽然对大智那么有研究他也不信佛但是就是说，对大智度论的这些资料的整理，他算是最通达的了但并不是他通达他的义理，而是这资料的整理这一部分那他讲到般若经这个南到西到北。那这个是主要出现在比如说《八千颂般若经》那《道行般若经》也这么说，还有《小品般若经》这个小品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了，他写卷五应该是卷四就是说大家如果有的话把它改一下，他这个文是在卷四里面不是在卷五，他那个注解写卷五。那还有所谓的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个是南西北就很多部经都这么说了但是他说南到北梵光般若经有南到北，还有南到北的另外有一个南到北的还有梵光般若经，这个是般若经的了。另外有南到北，或是说南到北，另外有说到他这里讲到A B C D 的 A B 有南到东到北南到东到北那这个是八千颂里面的也有然后另外有所谓的从东到北的另外有东南到南到西南到西北到北到东北就多了一点。大般若经其实是玄奘把所有般若的经典汇集在一起的变成600卷的大般若经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般若经的一个流传从哪里到哪里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下面底下注解有写。那他这里说那善男子善女人种种花香璎珞船舫伎乐灯明珍宝以财物供养，若自书若教人书若读诵听说正意念修行以法供养。好，那么这一段文跟法华经的那个文也很像你看法华经这文这一段文跟法华经这一段文蛮像的它有所谓的无法行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尽是如佛种种供养，用什么来供养呢？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墨香涂香烧香就是在这个香底下的那么真盖就是那个伞盖，船帆衣服伎乐合掌恭敬。那么基本上有一个人说这个般若法华经的无法行受持读诵解说书写那说般若有六法行，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弄呢？自书教人书书写读跟诵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听跟说是一个还是两个这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了。那我们就这样把它分了，读、诵、听说听和说也可能是两个，因为这里也有谛听谛听广说听跟说也可能是两个那么正意念修行如说修行，那么正意念基本上可能就是受持那十法行讲的是比较多辩中辩论那么这个瑜伽师地论就是维持这些的，基本上都讲十法行。那到般若经里面有讲到十法行，那有广略的这种说法那简单讲就是书写、供养、
思他啊。那么谛听、批读、受持、广说、奉诵、思维、修习啊，最后一个都是如说修行。那这个是所谓的十法行，那般若的十法行，就是你一拿这个般若经，你必须要有这几种啊，就是的一个供养般若经啊，那就是依这个般若经啊，有这一些啦，比如说你要会讲，然后为别人说啊，你要正意念这个般若，你要供养这个般若啊，种种这一些啦。好，那这一段文可以跟我们讲舍利塔品那一段对照看啊，因为这个舍利塔品是供养舍利，那可以得人天福报，那么可以净苦，可以去证阿罗汉。那这里是啊，那你读这个般若蜜，你可以得人天福报啊，那就是有世间的乐，就是在做人的时候有这个人天福报，那最后你会啊，那么得三乘啊，入无余涅槃啊，那这个是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如是等观诸品中因缘事说般若蜜经啊，就是这个都是在般若的不同的品啊，就是前面啊，从十二啦，从这边讲啊，都是从般若经里面说的。那因为他这里在讲为什么要讲般若蜜啊，所以他就把般若蜜的一些重点啊，那么把它说出来啊，这是因为讲般若蜜要让你明白这些事啊，比如说要让你知道啊，那么般若蜜供养般若蜜其实比供养舍利还重要啊，因为那时候流行供养舍利嘛啊，那你要知道，那么你学般若蜜要学到什么程度，你才是真实的菩萨啊，就阿毗跋致。那你又要知道，你学般若蜜，你要成佛，你要行菩萨道，你要知道会有什么障碍啊，会有什么障道，那你要注意啊，不要受这些影响而不学啊，主要是这样。那你要知道，这些学般若蜜啊，你可以拥有什么样的作用啊，那你可以得到什么啊，就是你可以成佛啊，甚至你有般若啊，就是实相的智慧，你可以得解脱啊，那就讲这一些啊，那所以这样要让你知道般若蜜的殊胜啊，那什么是般若蜜，要如何学般若蜜啊，讲这个。好，再翻过来看啊，这个是讲到第十五个啊，那第十六个啊，它总共有21个啊，这龙树讲了21个理由啊，佛为什么要说般若蜜，现在是第十六个。他说：“复次，佛欲说第一义悉檀故，说是般若蜜经啊。那么，因为佛法主要啊有所谓的四悉檀，龙树把这个佛说的法，所有的法里面啊分成四悉檀。那一般又分成所谓的二谛啊，所谓四熟谛跟圣义谛。那四熟谛里面又分成三个啊。”那就是四悉檀又可以分成二谛了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我们先把这个文看了。那所以说是般若蜜啊，般若蜜当然是第一义悉檀了啊。他说有四种悉檀啊，悉檀其实就是佛说法的宗旨啊啊。那第一个世界悉檀，有时候叫世间悉檀；第二个各个为人悉檀啊，简单叫为人悉檀啊，就是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啊，那针对某一件事、某一个人说的啊，是第四第一义悉檀。好，四悉檀中一切12部经、84000法藏，皆是实啊，无相违背。好，我们先把这个文看完，然后再来解释。佛法中有以世界悉檀故实。有以各个为人悉檀故实，有以对治悉檀故实，有以第一义悉檀故实。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底下还有解释啊，底下它龙树有各个解释什么是世界悉檀，什么是为人悉檀啊，那什么是第一义悉檀啊，它都有解释。好，好，我们先来看，他说
这里有说到四种希坛，那有讲到所谓的一切十二部经。好，我们把这个，一般我们说十二部经，三藏十二部。好，我们讲一下这个概念，三藏十二部的这种观念。一般说三藏啊，经律论十二部，十二部又叫做十二分教啊。那十二分教最早是三分教啊。前面这三分教后来变成九分教，后来变成十二分教，我们先说明一下所谓的三藏十二部。三藏啊，基本上叫做经律论。那后来其实不只有三藏，一般来讲是经律论三藏，后来也有所谓四藏五藏的啊。部派流传之后，开始有所谓不只是三藏了，通常都讲三藏，后来也有讲四藏五藏。那总共加起来基本上有所谓的六藏。那四藏啊，独子部多了一个，有些它有杂藏啊，有杂藏啊，就经律论之外啊，加一个杂藏啊，就是在经律论没有收集的啊，里面有一些啊，他把它放到杂藏里面，比如说因缘啊、本事啊、本身啊这一些，他放在杂藏里面也有些。那有一些啊。那把咒放进去了啊，就咒藏，把所有的咒收集在一起变成咒藏。那有一些把菩萨大圣经典放在进去了，叫做菩萨藏啊。但总共包括经律论加起来就变成六藏了啊。但是有些讲四藏，有些讲五藏，法藏部讲五藏啊，法藏部讲五藏，法藏部就是我们四分律的檀无德部啊。就四分律就是法藏部的，法藏部重塔啊，你看我们的四分律，不管比丘、比丘尼戒啊，就跟塔有关的二十几条啊，那它重塔就是舍利塔。那法藏部讲五藏啊，讲五藏，那么这个大部分其他都讲四藏啊，四藏。那四藏里面啊，像独子部啊，那么也有讲这个五藏是多一个菩萨藏，五藏是多一个菩萨藏啊，咒藏菩萨藏，五藏就是法藏部是三藏加咒藏加菩萨藏啊，总共有五藏。那其他的基本上都讲四藏，三藏之外加杂藏或加咒藏。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藏就是把很多的这个书，比如佛说的经或是一样的东西结集在一起的啊。那经律论啊，基本上一般我们说是三藏。好，那这十二部通常有一个寄送啊，我们先把这个寄送让大家知道啊，它是说这样的啊，常行重诵并孤起。我们讲十二分教，十二部又叫做十二分教，它基本上有包括十二种，就是其实就是经典的十二种题材了啊，不一样。那其实最早是三分教啊，最早是三分教，后来变九分教啊，后来变成十二分教啊，就三到九，然后到十二啊，那十二是就是基本上包含一切啊佛说的。那么有一些其实是。像说一切有部比较严谨啊，他不把传说本身啊、本事啊，因为他觉得这些传来的东西并不可靠啊，而且很多都夸大其词啊，所以他基本上不采纳。但是后期的有部基本上也采纳啊，那就是早期的有部基本上不采纳啊，他认为就是三藏啊，那其他的不能跟三藏一样啊。那通常第一个叫做修多罗啊。最早啦，在阿含经里面、杂阿含里面，你看得到的啊，就叫做三分教，叫做修多罗起业记说。修多罗起业记说啊，修多罗是常行，一般十二分教里面叫常行啊，就是语体文啊，那有时候叫契经啊，常行，它就叫契经，常行重诵。那么起业就是记诵，第二个是起业，这个是最早的。
最早的两种题材啊，企业，这个是重塑，就是在这个文之后，那么把这一些文意，因为文比较长嘛，啊，用简单的句子寄送押韵的，然后把它说出来，这个是容易背诵了，因为以前没有书啊，都靠背诵，然后就是要押韵，然后简单啊扼要的把它背起来啊，其实是这样，啊，修多最初的三分是修多罗企业跟寄说。啊，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经义直说，经的道理，经义直说，就是长行了。这个是色受啊，修多罗所说的这一些色，修多罗所说为寄送，就是色这个契经所说，用寄送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啊，就简单明了意迹，这个叫做企业，叫做重送，啊，那么寄说是寄送的广分别说，那通常这个是最早的所谓的三分教，这个是所谓三藏十二部十二分教里面最早其实就只有这三分，啊，三分教啊，叫做三分教。那修多罗跟企业是最早的，然后是寄说，啊，然后为什么？因为最早是有修多罗，然后色修多罗所说的嘛，然后这个再为寄送，那么在寄送在广分别说就变成寄说，所以当然最早的就是修多罗，然后因为要背诵，所以有企业，这两个是最早，然后有寄说这三个。好，那寄说啊，寄说有时候叫受寄啊，寄说有时候叫受寄，跟我们那个受寄又不一样哦啊。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写，这个时候叫受记。好，那第四个啊，第四个是奉送，叫茄陀。第四个是茄陀，茄陀就是奉送。第五个啊，我们写在这里啊，第五个。第五个是自说，第五个是优陀那，叫做自说。第六个是尼陀那，因缘。尼陀那就是因缘。第七个啊，譬喻啊，譬喻我们就知道了。第八个本事啊，这个譬喻本事基本上有时候都牵涉到过去生的事啊，本身啊，第九个本身啊，七八九啊，第十个方广啊，十一个未曾有。阿含经里面中阿含的话，好像中阿含有一个未曾有法经啊，未曾有啊，十二个论义，第十二个是论义那么一般把它写成一个句子啊，叫做常行重诵并受记。孤起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及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部，论义啊，这样加起来是十二部，啊，基本上是这样。他说《降儒大论》三十三，那么《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那么把十二部解释过一次了啊，如果大家再回去看就可以看得到啊，《降儒大论》三十三，这个是为了要方便记诵，把它变成一个记，方便你背了了解啊。三十三啊，就是《大智度论》卷三十三，
有清楚的解释这十二部经啊。好，那这里是所谓的我们说三藏十二部，那有所谓的四藏五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如果这样来看啊，菩萨藏、座藏啊，那也都有讲密藏啊。如果大圣的来讲，菩萨藏、座藏啊、杂藏啊，那基本上就又另外一个三藏，就六藏了啊。好，那有些讲三藏，有些讲四藏，有些讲五藏啊，但是都包含在里面。那佛陀最初主讲什么？就只有两藏，叫做法跟律啊，就只有法跟律啊，如来所说法，如来所制的律啊。那么，那他这里讲啊，一切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那这个是讲到所谓的三藏十二部。好，我们再往底下看。那因为释希坦下面有解释啊，所以我们就 不特别解释，在上面看啊。那先来看第一个世界希坦。这个是从第十六里面延伸出来的，啊，第十六蛮多的啊，因为他讲到四悉檀就非常的多。第十七到哪里去了呢？啊，第一义悉檀，啊，第一义悉檀讲完才有，啊，哦，第十七到二十四页来了啊，所以单单这悉檀就讲了好几页。好，我们来看，有世界者啊，那么这个有世界，如果我们对照下面看。应该是你再加两个字，叫做有世界希坦，啊，因为下面是若无世界希坦者，因为这个在讲世界希坦，这个在讲世界希坦，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有世界希坦，就是佛法中有世界希坦啊。假设佛不讲世界希坦，啊，那么就会有矛盾，啊，其实是这样的。那它简单没有翻译啊，所以就变成有世界，啊，那其实。不是有世界，是有世界希坦者，啊，就是说为什么佛法佛说法有世界希坦？但宗旨啊，有为世间人，特别因这个世间人而说的，因为世间而说的。假设佛不这么说，就是没有世界希坦，啊，那么就会有怎样的矛盾啊？讲这样，啊，所以你看有世界者，然后接下来下一段是若无世界希坦者，啊，所以。所以前面有世界应该是什么？有世界希坦者，啊，为什么有世界希坦啊？好，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无别性啊，就是这世间一切的有为法，一切世间的法都是啊从因缘和合故才有。这个有法就是存在世间的一切现象啊，那么就是有。就是有，那么这一些法，就一切法了，一切法都是从因缘和合故有，所以这个有法就是指世间的一切有为法，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有些都是翻译简略掉了，啊，有世界不是有世界，是有世界希坦者，啊，那后面若无世界希坦者，这样才对照看才知道，啊，就是有世界希坦者啊，冒号，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啊，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故才有的，啊，并没有，啊，特别无别性，就是没有是他自性有的。那么因缘和合有的就是没有什么，没有自性，自性就是不从因缘有，不是和合的，他本来就这样的，他从现在开始都是这样的，啊，他自己就这样的，这个叫做自性。这个叫做自性，叫做性，啊，所以他今天看他简单了，啊，他省略掉好几个字，啊，所以完整的说，有世界希坦者，一切有为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无别自性，啊，如果我们仔细讲是这样了，啊，这样就很清楚了。那如果你这样看，有一点点，啊，有法从因缘，就世有世界者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无别性，啊，这样念起来就不太顺。就有世界希坦者，那对照下面若无世界希坦者，一切有为法从因缘和合故有，啊，那么无别自性啊，没有另外有一个自己有自性的啊，都是因缘和合有的，因缘和合有就他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他今天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一切的因缘和合而有的，
单单他自己不会有这个相，不啊，就是所谓无别自性，啊，没有其他的，没有自己的自性啊，就是没有别的，就没有除了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之外，没有特别的啊这种自性。譬如啊，他举个例子，像车辕轴辐网，就是一部车的结构啊，有这一些。那这个是古代的车啦，古代的车用木头的做的，所以有这一些车辕轴辐网啊。如果我们现在的车啊，用机车来讲好了哦，要几万个零件哦啊，它首先要引擎，它是一个引擎也是很复杂的啊，那要轮子，通常有引擎啊、轮子啦 啊车身啊，还有汽油啊，反正有很多啦，车才会跑啊，才有车嘛啊。那么像现在的很多车都要有晶片了 啊又不一样了。啊，那这个是一个车的结构啊，那所以这一些零件合啊，那么才有这部车啊，就是主要的几个部分组装起来才有一部车啦。那么无别车没有特别有一个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它自己就是车，没有。如果你把零件一一个拆掉，你看不到车，那车在哪里？啊，没有在哪里？你是应该把这些零件组合的，你才看到车。你才有车这个概念，啊，才有车这个概念，啊，那么人也是这样，啊，那么人也有，因为他举车，他举了五个零件嘛，圆轴辐网，啊，那么这四个，他举四个，那人是有五个，五众合合故有无别人，啊，那罗什翻译都翻五众，五众，那。玄奘是翻五蕴，啊，那早期是翻五音，啊，五音、五众、五蕴，啊，基本上是一样，啊，都是指这个人的五个部分，啊，但从蕴是从这个积聚来讲，啊，众也是了，啊，那音是从覆盖，啊，覆盖意来说，好，那所以你看罗什里面都是翻五众，啊，五众合合故有。啊，那更早的是翻五音，玄奘后来都统一叫做五蕴，啊，照见五蕴皆空。如果罗什就是照见五众皆空，啊，五众合合故有，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合合才有这个人，没有一个特别有的人的这个性自性就不变的啊，因为人也是六道轮回的嘛，啊，那众生基本上啊。不管你到哪一道啊，它也都是因缘和合有的。好，他说，那这个跟世界西坛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到底下看，他说这个是有世界西坛啊。那么讲到五蕴啊，五蕴和合故有人，那就是世间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嘛啊，世间上有这种现象啊。若无世界西坛。他说：“佛是时语人啊，佛是如时语的，时语不妄语，不欲语，不欺，就是他讲的这样就是这样。那么云何言？我以清净天眼见诸众生，随善恶业，使此身，随善见诸众生，随善恶业啊，使此身彼受果报。”啊，这个要断句啊，不然这样就是见诸众生，见一切众生啊，六道之中随他的善恶业死此啊，那么一切众生，比如说就是在这边死，然后升到那边去啊，其实是这样。比如说从人升到天，从天堕为人，从人堕为畜生啊，就是死此生彼，这边死了，那边出生了啊，就死此生彼，受果报。受什么果报？受善恶业的果报，啊，善业者生天人中，恶业者堕三恶道。好，那么佛讲啊，有这个众生啊，见诸众生嘛。那前面讲五众合合故啊，有无别人啊？那这里讲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复次经言。啊，这两个会矛盾啊。假设不是世界西坛，那这两个会矛盾。第一个，佛说有人，实际上有这个人，有这个众生，实际上有这个众生在轮回，使此生彼
啊，他说他以清净天眼，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般若经里面啊，般若经里面啊，他但是他这个举例举的啊，我们稍微看一下他68啊，他68下面举的般若密经往生品，这个注解其实只是在说什么叫做天眼而已啊，他举这个没有意义啊。那实际上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啊，就是下面有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是中阿含里面的啊，中阿含里面的这个品婆娑罗王啊，摩揭陀王啊，佛为啊品婆娑罗王说的啊经典。好，那像在第71里面他有讲啊，就是中阿含里面啊卷11的，看注解71。品啊，他下面这应该是品婆娑罗王经了，啊，他写品罗婆娑罗王经啊，叫品婆娑罗王经了啊，就是品婆娑罗说的，摩揭陀国的品婆娑罗王说的。好，那其实这一段就是下面的平沙王迎经啊，那里面的文章，里面的经文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他说啊，先看这个经文，他说。佛说：“我以清净天眼见到一切众生，啊，六道轮回，啊，那有的生一善业就生人天，一恶业就堕三恶道，啊，大概就这样。那么，那这个是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啊，因为这个是从世界西坛说的。那么如果从第一义的话，那其实无我、无人、无众生。”那从世界西坛，从世间上来讲，啊，有众生十此生彼，啊，六道轮回。那从第一来讲，无我无人无众生，啊，就是实际上没有众生，没有真实的众生。但依世间说，不妨说有众生，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才分有世界西坛跟没世界西坛，啊，那没有世界，就是说他。有他讲啊，基本上，那么有世界西坛跟，其实是从世界西坛上说的才有说众生啊，啊，那如果佛不依世界西坛来说，所以叫做若无世界西坛。如果佛说法全部都讲第一义，那你要说众生从六道轮回要怎么讲啊？都第一义啊，无我无人众生，你要说什么啊？其实是讲这个意思啊，啊，所以才会说这个是。其实见诸众生善恶业十此生彼，这个就是世界西坛，啊，所以他才会讲，假设没有世界西坛，那佛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讲就是世界西坛啊，这样讲就是世界西坛啊。那么假设不是世界西坛，那佛这样说，那就不符合我的啦，不符合一切法因缘生的啦，啊。好，那么复次经言，一人出世。多人门庆，福乐劳逸，佛世尊。好，那我们来看他下面的注解，这个都是南莫特他研究大智度论里面啊参考的资料啊。他说，这个在真阿含里面，他说世尊跟比丘讲，如果有一个人出现在世间，那么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啊，就是那么都会多劳逸人安稳众生。悯世群们啊，就是怜悯这个世间啊一切的这个无名的众生啊，那么欲使天跟人获其福佑，让人天都可以得利益啊啊。那什么是一人？为多萨阿杰、阿罗诃三藐三佛啊，就是菩萨，就是世尊了 啊。那么这个其实儒家也有这样子，《尚书》里面有讲，一人有庆。照明赖之，啊，其实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人有庆，照明赖之，《尚书》里面的这句话啊，相近了。啊，叫《书经》。就是一个人有成就了啊，一个人有成就，一个人有庆。那么很多的人都可以得到利益，啊，那也是这样。那这里这个来讲，
这个来讲，佛也是这样。你看，佛一个人成佛了，一个人成就了，那很多人多少人得到利益啊？啊，那所以这里就是说，一人出世，多人门庆啊。那因为世间有佛啊，所以这个世间啊就有光明啊。那世间没有佛，这个世间就黑暗了啊。那所以啊，一样啊。那佛世尊啊，佛世尊也啊。这个后面写那个引用的啊，基本上就是佛了啊，出现在世间啊。那他要讲如法具经舟啊，这句话就要稍微讲一下了。他引这个法具经，神智能救神，他人安能救？神自行善知，是罪人自救，啊，那么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啊，有一点点啊，就是说这个翻的不好啊，鸠摩罗什这样翻的有一点，啊，有一点会让人家误会啊，啊，好，这个是引法具经的啊，你一下子看到这个哦，你不晓得他讲什么啊，你以为这个神就是神我的神啊，神自能救神。他人安能救？如果你一下子看到这句话，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释这句话，啊！但是你对照看，你就知道了啊。神自行善治，行善治，是罪能自救。这个看起来意思就是，啊，要治一子，法一子啊，莫一子，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话啊，就是说自己要靠自己啊，啊，啊，是罪能。等一下我们来看法具经啊。那么类似像神这样的类似像有这样神啊，在自论卷，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自论卷十九里面有讲到啊，若神有知相，复何用心为？这个神跟这个神就不一样了 啊卷十九。卷十九，啊，若神有知相，啊，同样是翻译作神，但这两个意义不一样，啊，若神这个神是神我的神，啊，基本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他为什么这么翻，啊，但这样翻有一点点不是，就是翻得不好了，啊，若神有知相，复何用心为？心是事相故，智能但心是事相故，智能死生不待神啊，这个神就是类似像我们讲神我灵魂的那个了，智能死生不待神。那通常看到这个神基本上都是神我或灵魂的意思或是自信的意思啊，但这里的神不是，这里的神不是啊。那您这里讲，如果你把这个神跟这个神一样，都是他翻的嘛，但是不一样的意思哦，啊，这个不一样的意思，这个就是灵魂啊，神我啊，自信这个啊，那这个不是啊。我们来看他原来的文，看原来的文，这个因为法具经也有很多人翻译啊，翻译的也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就举其中一个翻译就可以了啊。他说他是在自己品，法具经的自己品啊，他是我品啊，他这里叫做己身品，法集要诵经是叫己身品。如果是依这个啊，我们先依南传的法具经啊，法具经里面160颂啊，南传法具经，因为它就是引法具经的嘛，鸠摩罗什自己说这是法具经的嘛，啊，就是龙树是引法具经的，但鸠摩罗什翻译啊，这样翻的 啊那法具经自己品160颂啊，叫自己品，这个是南传的啦啊，160颂自己品，或是我品啊，它是这样写的。他是说，自为身依护，
他人何可依？别人怎么可以做我们的依附？自己善调御，正难得所依。这个是法句经自。那么如果是依法集要诵经这里举的己身品来讲，法集要诵己身品，这里引用的了，他是这么说，他说自己心为师，不依他为师。自己为师者，解脱一切苦。这个一般我们说自依止法依止的意思是一样的。好，那如果这个神，如果照法句经的话来讲，其实这个神就是神我的意思。那这个其实是我的意思啊，一般叫神我，神我，神就是我，那其实就是我，我就是自己，其实它就是自己了啊。我自能救我啊，基本上如果这样翻呢，自己能救自己啊，自能救神就是救我。那你把它翻作神，就有一点点我们会误会了啊。就是自己能救自己，我神自能救神，就是我自己能救我自己啊，就我能救我自己，能救自己了啊，就自身为依附，我自己心为师，不依他啊。那么他人安能救啊？就别人哪里不依他为师啊？别人何可依？他人何可依啊？自为身依附啊，这个身就是自身啊，自己是自己的，就是以自己为师，就是。自己能救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多数的人，法句经佛陀为什么要跟大家这样讲？因为多数的人都是依靠什么？依靠神、毗湿奴、祈祷、祈祷啊，然后赞颂、供养神，然后希望神能够救他。印度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这样，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这样。那基督教也是这样啊，靠上帝救啊。回教靠阿拉，印度教靠这个湿婆神啊、毗湿奴啊、梵天啊，都是这样。佛教徒现在也这样了，都靠谁救？靠观音菩萨啊、地藏菩萨啦，靠阿弥陀佛啦。我告诉你，也这样。那佛陀当时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要自己救自己。那自己要怎么救自己？依法修行救自己，其实是这样子的。要去认识真理，要去寻找真理，要去体悟真理。其实是这样。那后来因为多数的人都是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那现在最多的就是要依靠什么？依靠阿弥陀佛或依靠什么？依靠观世音菩萨反正就是不管啦，反正就是你是一个比如说完全要依靠谁的自己没有力量完全依靠谁，那这样的观念其实佛陀在很早很早就说了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其实就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嘛。甚至佛陀要灭度，还有人说那佛陀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依靠谁？佛陀也讲即使我在你也不能依靠我你还是要依靠法那我不在了我的法留下来那就是你的依靠所以佛不在了以法为师后来众戒律的就讲以戒为师，其实就是以法为师所以后来就很有名的自依止法依止那么也是这个意思就我们自己能救自己所以他人安能救自为身依附，他人何可依自己善调御，那么自己这个就是讲自己自己神智就是我自己行善智，就善调御意思就是什么？我以智慧善调能够修行行善就是调御自己烦恼，我自己能够调伏我的烦恼那么自己善调善巧的，就是要有智慧的，你要有智慧善智你要有智慧善巧的智慧来调伏自己的烦恼。我们说过修行就是什么？对治烦恼，断除烦恼，你要先觉察烦恼，然后调伏烦恼，然后这个才能断除烦恼然后控制烦恼所以戒就基本上都是控制烦恼我虽然很爱，但是我今天不可以我有持戒我不行那么我虽然想占为己有，但是我有持不偷盗戒，我不能把别人的东西不予取，反正就是这个就是控制嘛，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然后定调伏了然后会就断除烦恼。好，那么所以自己善调御，其实行善智就是善调御，是最能自救那么你正难得所依，就是你才是真正的能够依的，可以依止的就是你自己的智慧
那么一般若经来讲就是什么？真正能够医治的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是这样啊啊。那但是因为这样翻很容易，跟我们如果看到卷十九啊，看到这个神，这个神跟这个神不一样，这个只是自己啊，因为神我神我，那就是我的意思而已啊，那就是自己啊，那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那你说那自己皈依自己吗？不是，要依法啊。那世间的人都信自己的也很多啊。但信自己不是叫你信自己，是叫你自己要依法修行，你才能够真正那么得到利益，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啊。那因为现在包括现在的佛教啊，通常都是啊，你看我们的不管是法会啦、修行啊，通常都是要依靠诸佛菩萨。那其实我们说依靠诸佛菩萨也不是不对，但不是佛菩萨真正的意思，佛菩萨真正的意思都是要你依法修行，你还得自己依法修行，你才有可能得到利益。那你说靠阿弥陀佛啊，靠观音菩萨，靠普贤菩萨，靠地藏菩萨，都不是。不管是阿弥陀佛，不管是观音菩萨，不管是普贤菩萨，都不过告诉你方法而已，告诉你解脱的方法，包告诉你离苦的方法，告诉你得乐的方法而已啊。所以啊，这是最主要的啊。诸佛非以水洗罪，亦非以手除众苦啊。就是说他并不是啊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啊啊，随你洒个水啊，可是给你一个加持啊，那你就可以得到功德，消除罪业。他是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方法，那么你依这个方法你就可以离苦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这里是讲到啊，讲到这个引这个法句经，神自能救神，他能安能救？神自行善事，是罪人自救啊。其实就是说自己做自己的医治啊。那并不是说那我自己相信自己就好，我也不用相信佛菩萨，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自己要依法。那你怎么知道法呢？你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皈依三宝要皈依佛啊。要皈依僧啊，但皈依佛跟皈依僧的最重要都是佛跟僧会为我们什么说法，是这样子的，是佛跟僧会为我们说法。如果你不皈依佛，不皈依僧，那你怎么知道法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真理是什么啊？不知道啊。就好像一个生病的人，他不去找医生，他怎么知道要吃什么药？他怎么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啊？但是要治病不能单靠医生，医生只是告诉你你都生了什么病，你必须要吃什么药，你还必得自己吃药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治医子的意思啊。治医子法医子，你要记得治医子后面有一个法医子啊，不是只是说那我靠我自己就好，不是不是。我们皈依就是医嘛，医子，医子佛，医子法，医子神啊。医子就是学习的意思，皈依是学习的意思。我学习佛，我学习神，那佛跟神都什么样？因为什么？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依止，因为它有法，啊，那所以我跟佛依佛跟依僧而学习法，那我在依法修行，这个就是所谓三皈依啊，啊，那并不是说哦，那我就皈依佛，我靠佛，啊，那我靠法啊，我就诵经啊，我靠僧，我就靠念观音菩萨啊，那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就变成是啊，不是真正的依止，因为它其中没有如说修行。啊，他告诉你方法而已啊。那后面平沙王迎经，凡人不闻法，凡人则为法。这个其实上面说的啊，我以清净天眼见诸众生啊。那么这一段文其实也是平沙王迎经，就是我为品婆娑罗王说的经了 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说啊。就是上面这段文啊，还有凡人不闻法，凡人则为我啊，这个都是在平沙王迎经，这里讲的平沙王迎经了 啊。那下面的注解其实就是品婆娑罗王经了 啊。品婆娑罗王经，这个是中阿含的。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因为时间到。好，那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